哈登、美联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西部第二的休斯顿火箭今天对上第四的明尼苏达灰狼，火箭此战外线手感火热，团队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46%。大胡子哈登 James Harden 拿下34分、13助攻，率球队以126-108获胜，近期豪取9连胜。前三节打完领先四分的火箭，末节狂飙三分雨，单节团队投进10颗三分球，共灌进42分，让火箭最后以18分之差获胜，近期处于9连胜，而灰狼则是吞下近四场的第三败。哈登全场20投10中，拿下34分、13助攻、6篮板，替补的Anderson Ryan Anderson 三分球10投6中，拿下21分，保罗 Chris Paul 13分8篮板7助攻，卡佩拉 Clint Capella 14分12篮板戈登 Eric Gordon 13分，塔克 PJ Tucker 10分，灰狼汤斯 Call Anthony Towns 缴出35分12篮板3助攻， J提格 Jeff Tick 25分8助攻， J 巴特勒 Jimmy Butler 15分7篮板6助攻，吉布森 Todd Gibson 12分，克劳佛德 Jamal Crawford 12分。火箭团队三分球47投22中，命中率高达 46%， 而灰狼团队三分23投6中，命中率仅26%。二，安德森拿下21分，美联社。汤斯又缴出35分、12篮板、3助攻的表现，美联社。